有對 C 好難跟啊，啱啱咩我都唔知。先啦，拉埋先，OK， 好，你覺得？唔係，我想問一下，你覺唔覺得八度啊？係即係啱啱咪拉呢一個誒，哆咯，我覺得頭先有一個係咯，八度其實應該好容易聽嘅喎。係咯，你聽到八度咯。咁但係我意思係八度應該係聽唔到喎。唔係，但唔係，我想問一下，聽到你聽到嘅聽到咁又點啊？聽到就係嗰個好。再拉長啲。唔係，我想問你聽到個目的係乜嘢先？知道啱啱唔啱？咁你覺得頭先嗰個八度啱唔啱咧？應該都可以。你再嚟多次啊！我都好想可以。OK， 拉長佢。唔係，都未。我記得啊。Jenny， 我想問一下，如果我拉類似你呢個八度，你覺得順唔順意，和唔和，舒唔舒服？你頭先係咁樣啊？你知唔知咧？呢、這、一個如果唔順意嘅時候咧，佢出嚟嘅效果係好似一個 minor second 咁樣，一個係一個 B natural 啦，另外一個咧係好似 C natural 咁樣。跟住然後你話哦呢個都 OK 啊，呢個八度，呢個都唔係八度。你知唔知八度每一個 interval， 每個 interval 有佢嗰個風格，有佢個特質。八度嘅特質係乜嘢呢？如果準嘅話，你係分唔到邊一個音係高，邊一個音係低，佢係一個整體嘅聲嚟嘅。好似都講過。你聽到是一個比正常厚一點的 B natural， 但是你會再你會分你會其實分不到一個 B natural， 一個 E 的 B natural， 你不會這樣去分，你會整體去分，但這個只能夠是在你準的時候才做到才產生到這件事。如果是兩個一個不準的八度呢，是沒有這個感覺的，你仍然是聽到兩個音，你如果很清楚聽到兩個音，一個咁即係你個八度唔準，你冇可能話呢個係最準嘅八度啩？呢、這個其實嗱音準咧，尤其是 interval 咧，只係得合格同埋唔合格嘅啫，係冇一百分、八十分係冇噶。嗯，咁啊。你聽到唔順耳，其實就已經嗱呢一樣嘢。點樣知道邊隻手指大啲啊？有兩個音。唔係。你首先你要做，你再做多次先啦。我話你聽，就頭先嗰個八度，蘿蔔。正常咧，嗱，你學鋼琴嘅係咪？你鋼琴係咪？哦，右手先
然後到左手，知道右手發生咩事，左手發生咩事，兩隻手砌埋一齊，係咪咁樣？我諗大概都係咁樣。咁你而家可唔可以用翻一樣嘅方法？你聽到底嗰個聲先，你聽下底，好啦，係啦，你要肯定呢個係準先，而家呢個都 OK 嘅，有少少高啦，不過都 OK 嘅，低少少，低少少，係啦，但係啦，就算佢真係高咗都好啦，你嘅四手指要跟佢，高音要跟低音。我而家實際擠四手指落去嗱，你嚟，如果你唔嗱，我講埋呢句先，我實在太多嘢講，但係你嘅一手指如果佢唔緊張嘅話，佢可以保持放鬆，保持咧理論上佢個音準嗰個位置係唔會轉嘅。如果佢轉咗，一定係你手腕唔覺意逐啲緊張咗。OK， 咁而家你放鬆嘅係咪？我想你擠四手指聽一下。OK， 然後兩條弦一齊拉。我想問一下啦，你再拉多次四手指，你覺得點樣？你啱啱做咗啲乜嘢？較高翻。啱啦，你聽得啱啦。你第一次嗰個啲低，咁你試下兩條弦一齊拉。OK，good。再嚟多次拉。嗱，呢個係準嘅。嗱，我有另外仲有係有兩樣嘢你做嘅話咧，係可以令你容易啲聽嗰個 interval 係準定唔準。OK， 第一，你要輕少少，你唔好咁大力，你唔好要諗住拉兩條弦，兩條弦都要拉到好響，唔好整體感覺去聽 mezzo piano， 拉長啲。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。當你聽到又不準的時候咧，繼續你支弓要保持放鬆，不要大力，不要大聲。譬如而家我一手指低少少，其實咧你的手指咧好像微調咁樣嘅。你聽到音不準咧，你是要慢慢用個微調，因為它冇可能低咗成個音噶嘛，係咪？冇差咁遠咁啊，一般係咪？咁所以你不會話哦低咗，哎呀高咗，哎呀低咗，你不會差咁遠嘅。逐少逐少，你的手指仍然保持放鬆。呢度是你的微調，邊隻不準的你看看可唔可以好輕力推上或者拉翻佢落嚟？大力都拉到兩次。我想問下拉兩條弦同大力輕力有冇關係㗎？冇啊。冇。係啊。拉完線，你拉唔到兩次。你點樣先係拉到呢？我想問一下，拉到是個關個角度事，是跟力度冇乜關係。你拉出嚟的聲音會很輕，但係會唔會輕到若隱若現咁樣？唔會噶。反而咧，你越大力咧，你嗰啲力有時就即係唔係兩條弦都可以平均，係啦。嗱，你自己話呢個係咪一個準嘅八度咯？同埋另外咧就係、是、你唔可以咧，支弓係咩問題啊？我支弓有咩問題？如果咁樣，當你喺度聽緊音準嘅時候，如果支弓咁樣有咩問題啊？你支弓太慢啦，你太啲，你咁樣點聽？我哋話要整體去聽係咪？咁你都要俾機會自己整體去聽先咧。你咁嘟，咁你點樣聽咧？係咪？你係咪要？我唔知啊。你要數兩拍或者三拍一個長嘅 mezzo piano。咁你先聽得清楚，喺唔大聲嘅情況，你都聽得清楚係咪？但如果你停斷斷續續。同埋咧，我哋一定要有一個判斷嘅，即係你個判斷咧，未必而家十次裏面講得十次都啱，但你一定要有呢個判斷。即係譬如我講嘅判斷係咩意思？我個音而家係要高翻啲先啱，定低翻啲先啱？你可能調轉嘅，明明係低咗，但係你以為係好多高咗，你會嘅。咁但係你聽到咦唔係喎？我越高個音越唔準喎，咁你。
自然會找到另一個方向，哦，原來是要另一個方向才對的。但是就不可以在這裡漫無目的地試，明明都聽到不準了，就然後就由他。我們回去，我們看看還有少少時間，拉多次這個小節。這裡有很簡單的三手指 A 的 octave， 好嘅，good。我想你呢，我想你將這六個音每一個音拉兩拍，巴巴巴，包括第一個音，不跳，不跳，完全不跳，兩拍 mezzo piano。話我聽咩？話我聽，話我聽點樣 ？OK。嗱，而家呢個先啱。你但係你拉嘅方向係啊，呢個 OK 喎。你都唔係有準備之下去拉一個準嘅八度，你係。啊、oh, ，OK， 唔係 ，no。呢個先係合格。我想問下你有冇去？你係咪信教噶？有冇中信啊？咁樣 ，Marcus 想問你有冇？有，但係冇去教堂。OK， 咁我想你試下幻想入邊嗰啲唱聖詩嘅人。他唱出來的音理論最好，他們應該都是很和諧的，那些音是即不會說 很活躍，即不會是這樣的，是很平和的。我想你要有這種，我們聽音準的時候要有這個感覺，聽 interval 的時候要有這個感覺，巴巴哒哒哒，是不是啊？你再试多次，每个音两拍 ，two。拉多少少啊？教一次。教一次這五個音，我有一個擔心的是呢，你如果沒有一個順，你可以放低琴，你沒有去問、啊、現在順不順意，你就算你拉啱一個 interval，拉啱一個雙音都好，你都不知道原來那個是準的、啊、原來我剛才那個是準的，你會將準的覺得我、哦、都沒什麼特別準、啊、你會將不準的你會覺得我、哦、都準、啊、對，我很難摸索我這兩嚿音的。我想問一下現在、我明白的，我想問一下現在、教音你是逐條弦逐條弦這樣教、啊、還是什麼是不是綠色？為什麼你不用我的方法呢？聽不懂，你沒有去練，你都沒有給機會自己練，那是不肯定，不是音樂學家，不是，你要對自己有信心、你要對自己有信心，你只是我們教調音呢，我們只是調 A 弦，其他全部五度是靠聽的，就算呢調鋼琴的師傅，如果調音器是這麼好，他就個調弦都用調音器，但他都不是，他是調啱那個五度，其他他是靠聽的，那為什麼他都是用這個方法，那為什麼你拉琴或者我們拉琴不可以用這樣的方法，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信，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對自己的聽覺，對聽覺這件事有多些信心呢？
你要明白那條音器呢很多時候是不準，因為它不是用我們去聽音樂的方法去聽，它不是聽那個 interval 之間是不是和諧，它不知道什麼叫做和諧，它你獨立一個音韻它的 frequency 它給你看哦得，但就算這件事其實都是很好受你拉的時候那下的速度啦，用功的力度啦，它告訴你聽準還是不準，你全部信了它，它說我這個音啊指了它下面不準啊，跟住我又喺度教教教，但系你知道其實唔係啊，純粹係嗰下你稍微快咗少少，或者大力咗少少。咁我想講就係、是，我哋一定要訓練對自己嘅信嘅聽覺要有信心，訓練嘅聽覺。你越係唔聽佢咧，連呢啲咁直接咁簡單，乜嘢叫做簡單 interval 一啲五度啦、八度啦。或者是三度，即可能是 major 或者 minor 呢三度，呢啲係好重要去嘅 interval， 係成日用到的，譬如咁簡呢首其實是簡單的小學生的協奏曲，佢叫做小學生嘅協奏曲，其實唔係真係俾小學生啦，但係真係程度是容易的協奏曲，有啲雙音，但係呢雙音其實是可以俾我哋借助嗰個空弦去拉的，其實冇，其實雙音咧，唔係一種音準嘅練習嚟嘅。佢純粹等嗰個音色係豐富啲，唔係淨係得一條弦嘅音色，係咪啊 ？A 弦同埋 E 弦嘅音色，音色越咁豐富，其實冇乜樂器做到噶。每一條弦有佢自己嘅音色噶。你越多音色嘅時候，咁你咪多啲層次咯，其他樂器係做唔到啊，所以我希望我哋練琴嘅時候咧，你試下接受呢一樣嘢，接受音色，接受你自己嘅聽覺，訓練佢，對佢有信心，對你對你其實對嗰樣有信心咧，我覺得係咁樣，你對嗰樣有信心咧，佢先至唔會緊張，你對嗰樣嘢對嗰個人有信心，佢先至唔會做好震騰騰咁樣做，係咪啊？我想如果我的上司對我很有信心，我都不會說這裡很怕拉錯，就算真的錯也好，你會救得回，由現在開始回家劈了那個調音器，我覺得如果你用我這個方法，你不要怕慢，你不要怕哎呀原來算不準的，剛才那個你真我真的練琴要這麼有耐性的，你不給時間聽呢，你也都找不到一些和諧的感覺，你眨眼就拉咗咗啦，你都冇去比較，哦，原來咁樣為之唔和諧，哦，咁樣為之和諧，咁但係你要拉 mezzo piano 啦，你拉慢少少啦，哦 ，enjoy， 原來和諧係咁嘅，就係因為你用個方法，哦，開始揾到個竅門啦，最低限度，哦，原來八度係咁樣嘅，原來都唔係咁難啫，哦，左手唔知點解放鬆咗喎，我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個五度，或者下一個八度又都係咁樣放鬆。哦，原來都得喎，係不知不覺你就會識點樣明我點樣講話，即係聽個 interval 兩個音一齊聽，聽個音色，唔好再俾呢個音準 pitch 呢個實在太窄嘅一樣嘢，係嘥咗。如果你學小提琴係咁樣嘅話，係真係嘥咗。